我现在拍照就已经想要入手的羊羔超厚牛仔外套，加两件。然后呢，这件呢，边边刚刚有跟我说，他也想要这件，我也想要入手了。没错，而且重点是我们两个现在都还在选色障碍当中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是做假两件式，然后它牛仔的地方下摆是做不规则，就是它是不收边剪裁，然后有做须须。然后呢，里面是做灰色花灰、浅灰花灰的加两件。然后呢，里面是羊羔毛，整件羊羔毛，给大家近看。看羊羔毛，然后呢，袖子是做枯棉，里面就是它的空间非常大。我现在里面就是穿飞鼠袖，有看到我这件穿飞鼠袖吗？然后竟然还套得进去，它里面那个袖口的地方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，是可以套进去的。看，可以给你们看到后面。而且重点是我很喜欢它那个牛仔布的那个花色，它是有做有点就是水洗的感觉，而且它颜色就是算是中蓝，就是你不管穿深色还是穿浅色都很好搭，就刚刚好介于中间，超推给大家。如果你有骑车，拉链拉起来就会变成高领，再拉起来给你们看，这样会变成高领。骑车也不怕，然后呢，它这边前面这个牛仔还可以再扣起来，这边还可以再扣起来，会变得超密集，完全不会怕人哦。小安鸡推，而且呢，它重点是它非常非常非常轻，就是我刚刚看到以为它是非常厚重的，结果不是，它真的重量非常轻。然后呢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后面，它有帽子，而且它这个款式啊，就是百年不败款啊。百年不败款，这样呢就不用就是里面加帽 T， 然后再穿牛仔外套，一件就可以完成，而且又这么厚，你看羊羔毛，这是跨年必备耶！哎，你那时候就跨完年了，没关系，整个冬天就是必备，而且它非常休闲，然后又很帅气。那如果你平常是比较喜欢穿黑色系的女生呢，黑白色系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颜色，它是一样是假两件，是同一件，但它是拼黑色，然后呢在领口这边也是做这样，抽须不收边。然后下摆也是，然后呢，重点是它有口袋，是不是非常好看？我自己都选择障碍了，你们赶快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哪一色喽。